有感情的歌唱得这么好，跟潘健有关系吗？不一定是，跟他这段感情有关系，不一定是他的关系，不一定是他。那是因为我们出道早，我们出道早，我们所经验，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人的他的故事，我们都知道有这个背景。还有跟自己的个性也有关系。家家你的个性吼，个性啊，跟唱法会有關。哎呀，啊你有饮酒的歌来讲，我酒的饮酒不是安尼，要死要活，不是安尼啊。对，因为你喝酒的歌，你跟江蕙唱的诶 style 又不一样了，对比，对，完全不同。我是比较干脆的喝，对，他是你跟他就会大姐头就阿莎咧，讲阿贝你嘛，你嘛只盖三杯啦，江蕙是跟他咧慢慢啊，你嘛慢慢醉，你知无？慢慢醉，会如诶，这个是伊的个性。伊个性算较刁钻啦，吼，哇，姐姐，唔是讲刁钻，啊，查某人咧饮酒醉，阿萨利，查某人饮酒有两种，有一种会怒，一种是哎，喝醉了，他自动就是。你会啉未？我不要饮酒。未啉啦，你不要饮酒，你是平时讲酒也你阿萨利。你来讲，我你咧饮酒醉，我就要到。所以你咧饮酒，我就要不会要出来。哎，歹势，我饮酒就是哥哥干哈。人我初段还行完了，就善良的呢，啊就真的很单纯。不善良，你在讲啥？也不是鬼啊，伊嘛。对啊，伊饮酒会如啊。伊饮酒，无啦，较早拢袂啊。啊，我为家己进步啊。哦，我如果吼，我喊来巴肠着吼，灌到外国去煞。感情是，迄感情是甲你感情有问题。当然是有碰到感情。嘛是有啦。就饮酒就慢慢，哎，那凶，干嘛讲我饮酒就是会哭？就会哭，那当然就是。一定是跟感情有关系，感情有关系。那么旧故，哈，当然经验也有。你是唱法，你有没有曾经一首歌让你唱到你真的很心酸，跟你的故事很雷同，很想很少流泪。可能那个是在那个时候吧，哽咽，连哽只会哽咽，不会流泪。像那压灰啦，吼，是不是那个时阵有无？你唱那感情歌嘛？啊，到即摆来应该唱的不是那个歌，即个即摆歌的《南无阿弥陀》。啊啦，应该是来唱的这个。啊，即摆你难得拢食菜啦。食菜都要按两万的了。干嘛呢？我按食菜二十外年，你慢慢。食素食食二十几年。以前。也不是食菜，也不是剃刀啊，也是在家修。在家修。在就是吃了二十几年。姐夫现在还吃素哦。对啊。还是啊。我认识他到现在就还是吃素啊。全斋。伊就说不爱甲天神结完仇。哈哈哈哈哈。意思是咩？是咩？天神结完仇。嗯。我不爱食你啦。也是人，我嘛不爱和你讲。哦。但没关系，我会对。有这样的说法吗？善良的心。无啊，伊。无，我是讲话伊个有关的。伊个我捌的时阵，因为阮大家就讲啊，因为咧抬阮大家迄阵少年抬鸡是挂鸡，阿妈讲老的，伊都吐啊，一直吐啊。哦，一直吐。哦。啊，所以开始了，伊都唔敢食。你可不可以因为姐夫他是常年吃素的关系，所以你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怀孕？我。我有怀孕过两次，我就都生未出来，你听无？生了生未出来？都漏胎漏胎啊，那条。有人有漏掉。我有啊，我有两摆有生呢，三个月就漏掉嘞。神呐，有没有说原因？就没有办法做。啊就卖强求。啊就迄落啦，爱拍牌嘛，暗时无困啊，对吧？对啦对啦。啊你规个牌无困，啊迄是要安那会跳啦？你今日囡仔无眠嘛无眠。对啦。今日你今日无眠，你嘛无。那三个月啦，就。当伊要困，你就多点头。啊你木卡好嘞，啊去底牌啊多转来转去，今日嘛出。是觉得这美生哦，阿廖，我们的年纪就越来越大了嘛。那个四十多岁怀孕了，都蛮羞办啦。你那个时候，你跟姐夫是怎么认识的？你想想，要嫁我拢惊死呢。我是讲，我捌恁这有是廖准介绍是谁呢？廖准哪里啊？是哦，准啊是媒人婆，你问伊。对啊。伊是媒人公啦，媒人婆。媒人婆拢共款啦。伊是安那甲你介绍啊？姐夫安那介绍？你若介绍阿德。我知啦，我知。你讲，这点哥哥你讲，你也。我知啊，是迄阵啊，吼，拢咧播了六合彩迄啦。无啦，大家乐啦，大家乐，大家乐时阵啦。是啦，你讲无够，我再来播啦。迄阵咱未晓啦。你未晓，你就上个播，你未晓。我未晓，歹势。大家乐尾站我未晓咧。我是尾站你未晓，但是头站你会晓。哎，就是搞到。尾站了，我才会晓上尾。哦，最后才会的。为什么？是因为廖俊因老母的卡，和阮大伯啊，十多年歹啊嘛，卡唔知敢那是安怎，和因大，阮大伯以后的，胃啊看来，啊有一摆，阮就伫咧连咪唱歌暗时，伊话走啊走啊走啊，我咧讲，
哎，你运足歹，迄个就必须来工作嘛。啊，你运足歹，运足歹，我操！你当初闲了运足歹，你一直拢足红的，安怎？反正都关键代志，关键代志，我还没有上风会他之前呐。伊讲啊，你运足歹，运足歹，我操！你来拜拜，我暗时就去倒拜啦。伊讲啊，人个树林厝内会庙啦，安尼也行啦。哦吼吼，哎，启动启动安怎哩？着安怎？启动哦，一个叫做哦启动济公师傅启动，这边摕酒。提一罐酒，啊，再加一支开水。哦，那一定去啦。啊，对，酒就是酒嘛。酒就是酒。啊，那个鸡蛋就是查甫嘛。嗯。查甫就是伴嘛，啊，加一支开水嘛。九八三，结果枪。先啊，查甫是伴。查甫背啊，查甫七的，查甫七的。哦，七的。背啊，七啦，安尼啦。九八三，迄背，底下足侪人丢嘛。这是啥物人背的？我想，无就是这间因这间姜啊。这间姜是师傅的姜，啊！我就是我了后，我就是要去，我来要去签哦。我这个地户了后过去吼，都讲啊，都拢讲。你都无去福建，怎讲噻？我当时迄阵啊，我还记得迄阵恁阿未结婚嘛，阿未了后吼，了后迄阵啊，我原来做生意失败一阵嘛，当需要钱的时阵，就是迄个时阵才去熟悉到。所以你嘛是要去一间姜的签落去。我不熟悉，是伊来甲我讲，伊讲吼新明交代，因咱是机动嘛，机车了，叫去要甲我改运嘛，一本机了，安尼嘛，啊改运就说开牌给我嘛，啊为着我要去，为着我要去，你敢知影？搁我还去办迄落，搁呾，迄金纸无烧，用规定的有无？讲新明交代有无？哦，啊搁。规定的迄落，啊为着安尼啊，互我去，啊我去了后吼，了后过迄落李师傅啊，吼恁翁啊哈，伊就小师傅，小师傅啦，伊就开始安尼吼，就讲要给我改运啦，啊阮就开一支牌给我，开一支嘛写一个本机的本啦，我袂记本啊啥货啦，对啦，本机的本，啊我看无啦，我就甲讲啊，你输了了。伊甲讲，啊伊甲讲，啊就是呀，啊本安尼落来是田，即嘛田，啊田直接输了就输了。啊伊在写我田啦，安尼啦，啊但是我并无。啊伊就去。等下我并无哦，啊并无啊，并无了后，等下我等下即个迪士尼的时阵啊，迪士尼的时阵吼，都等到咱500万呢。500万呢。五百万的歌厅是一家歌厅，对对对，因为五百不是即摆唱歌的五百，五百万啦，以前咱不识在的。啊，苏哲为什么我会甲讲这个经验？伊苏哲呢，伊伫较在台视的时阵，然后在上早的时阵吼，伊捌帮忙过10万块，因为我临时迄阵我欠人的钱啦，啊我临时伊借我10万块，啊为了这10万块，迄阵伊过伊去歌厅的时阵，拄好欠人，颠倒欠人唔知200-300万。爱才搁再去遐唱，遐唱都去动阮感动。啊，自迄张，我写我无签，我怎啊摕了500。我看你运气，你运气啥？你然后你就签。啊，伊有咧签嘛。结果去互伊钓，互伊钓了，干那迄个月也是一两个月，伫遐钓差不多哦，唔知几千万，我唔知影。分就咧买车买啥物，拢买啦。五百。阮大伯已经讲钓。所以讲人吼，好人有好报啦。对了，我这样跟我老公说很好啊，真的是这样。那听说西田哥哥是你的恩人，怎么说呢？我拄出来唱歌，伊就去做公演啦。哦，英姐拄出道的时候，你就识识啊？阮伫国声啊。国声酒店啦，国声。你拢嘛伫国声酒店？伊管的国声酒店，因为国声酒店伊拄到去的时阵足爽的啊。你哪里讲就爽？我刚出道的时候，大家拢讲我跟陈英姐很像呢。你讲就爽啊？我没了就爽哎。我是讲伊人，我是讲伊伫这业界足爽的。很单纯呐，很单纯，即马唔知影。啊去哩，啊迄阵甲黄俊雄嘛，吼啊唱一个国语歌，都唱一个国语歌《春风》，都头一队了。后壁啊未管台语歌的进阶。春风那晚上，知道吗？春风吹起，当当当当当，对吧？是这一首啊。对啊对。我刚开始唱国语歌。啊，因为伊阵去的时阵，啥物拢唔捌，拢唔知影安尼啦。啊，拢唔捌的时阵，我想，啊，伊干呐录唱片，啊，录唱片，可是啊，先提钱出去哦，唔是讲录唱片趁钱哦。录唱片拢唔捌，啊，我拢会甲人斗帮忙，即个人较唔知影，我拢共斗帮忙。啊，是拄有人要公演，啊，有人要公演，我想啊，即会当趁钱的无，吼，带你出来安尼，啊，再带伊，啊，甲伊妹妹，互因做伙出去公演。在你即个初出道的时阵吼，哦，你无感觉安怎？哦，但是你一个新人哦，
有人他拉他一把，他是觉得大事。就像我啊，我到现在我一直都是，像我老公也都很清楚，就刘福柱哥哥跟那个谢磊谢大哥啊，也都是我的恩人啊。为什么？你要了解讲，讲迄人一直塞落去，迄一工八百一千块，那大医院啊，会惊人。哦。哎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做秀、做公演、做公演，价钱好吗？价钱了，但是你要想。三十通你的钱你嘛拜托的，一阵真大个，这是安尼吼，那个时候几千块就很多了。哎呀，我一工八百块，啊了去变一千，嗯，那就足好啊，你是。但是我出来做秀的时阵，我得记那个时候价钱就都是上万的。你们那个时候上万的。对啦，有一个有一段等时间了，有一段间隔很长的时间。因为那段时间三位。你十多年了嘛吼。系啊。以前讲起来上少二十多年。我三十五年呢。对吧？所以那个时候钱是很大的。很大。叫德力公，你从那个时候三十几年到现在，那三位不是都缺海了？那个时候哦，演连续剧的男主角一集300块，320。嗯，一集人300。男主角。男主角。一哥。300块。300块。结果钱都有存下来吗？哥哥是白料啊啦，我嘛白料，我嘛白料。你白料是因为你交到男朋友叫潘建白料去啊，不一定安尼啊。他不是让你背债背了一千多万。背债来讲，那个债是另外的一回事。啊，你那家己嘛有背掉啊？家己有背啦，未使帮别人啦。爱帮我拢未使怪人吼，家己爱帮人。啊，以前做生意怕迄龙眼大啦吼。阿姨，阿姨是难花。我难，也难花掉啊！你把刚刚就挂输了。不是，我刚刚还在问刘福柱哥哥，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啊，伊拢咧种兰花，下面几丛贵啊班哦，像我贵啊咋班？那现在我每次去花市看到那个兰花都好便宜啊，然后甚至比如说我买了一盆兰花回来，那大概放了大概两三个月，保护好一点才会凋谢。那凋谢以后你再把它放着，那每天一样这样。再用加水，它一样会再长啊。对吧？啊，起啊，那迄个时阵兰花一下你要贵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一个物以稀为贵。你都为着起兰花都要退出演艺圈呢。我干嘛不爱？那不爱不爱请？对，不爱请哇。不爱请啊，不爱出唱片啊。伊兰花很忙嘛吼。嗯。啊，物以稀为贵嘞，迄当阵淡薄，三五牙，嗯，吼，贵怎几十牙而已。现在几十万牙、几百万牙，怎么可能保得住价钱呢？对不对？每只拢有一个，所以你一次就这样子，你那个时候进很多兰花嘛？对。你大概亏多少钱？我的哦，大概哇，所赚的钱拢掉了。最主要是什么？兰花哈，它有一个花。嗯，兰花会。兰花工会。工会，甚至你也剩的，你也剩，你也剩，你也剩。其实，在买的人都是那一些人。就这些人。都是这些人。啊，伊种个我来去买一盆来，对吧？哎，来开一亿。啊，一年阁是好歹阁唔知哦，伊价值性唔知哦。伊开一年出来，哇，伊就赶紧甲买来，比如讲多少钱就加多少钱，然后买过来，等它大了以后卖出去，然后又是多少钱？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觉得哥哥甲我讲，伊即么一丛兰花哦，我今仔刚买一丛兰花哦，啊，一几万，我想要偶尔是讲你取笑。可是我来讲是干那一个小啊尔，而且还没长大。伊倒位拢去，南投县玻璃都外清山来了。山顶山脚拢去。对，我来去采访吼，有去采访到是市用户。他拢哪里？大家拢知影伊。哦，我来做了一个哦。我倒位哩哦。那哥哥是因为养兰花就这样倒了嘛？那姐姐你喜欢那摆料去哇？你阿伯买兰花，那你就算赌好了，我觉得你也不是很离谱赌的那种啊，你是吗？那你怎么败掉的？你赚了侪钱，钱啊！白料我哪有？除了当然是，我袂当讲啊！我了白料，我唔知手个手都赚到哪一个款。他也是属于哦，唔是真骨力型的啦，唔是真骨力型，唔是真骨力赚钱的型啊。他是属于哦，有啊好，无啊好啊，一工过一工。我对钱也无重啊，不重视钱。我本来对钱都无真重啦。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。每只拢。啊，像阿西是真骨力去赚。啊。嘿，我因为我欠人的钱，我也真艰苦，我爱金。我嘛是真骨力去赚哦。嗯。哦啊，但是等到迄个很大的事情哦，无法度通啊消化的时候，那没有办法，迄就是咱像咱的命嘛。啊，就是咱的命哦。伊足骨力赚，但是伊干啦是讲，你专门做录音大生意安尼，哈。录影带那个，龙亚短行李像三立，他是从那个录影带生意。你想你给我赚嘞，拜托。还是最早。啊，人那也叫成功，你那也失败。所以我讲，艺人有艺人就是这点不对的，他们有先见之明，头壳绝对比人家厉害，但是
绝对万人一步。最主要，因为咱不是生意人，咱不是生意人，但生意伊是生意人。嗯。啊，咱不是生意，啊，咱什么？咱不是生意人，变成什么？变成讲咱所做的，譬如讲，譬如讲以前的录影带，录影带它是这样，录影带是全省要有中盘商。啊，我们来拍，然后给中盘商。啊，中盘商，譬如讲中盘商，高雄市，譬如讲个有四个专门去招这店的店头的。啊，然后我们去拍，然后给他拍真多，啊，真多了变成四个，变成四十个人在跑。啊，培养。啊，培养，可是那个时候我无提签约金啊。我想讲，我们品质把它顾好，做好了后，伊若感觉讲袂歹，剩下来收签约金。而且签约金是一间，迄阵差不多有3000间啦，全省都有3000间，一间的签约金若3万，就莫讲5万啦，吼，有的是5万啦，咱提3万就好啊，3000间看了偌济。这是一年哦，一年给你一间给你3万块，啊，迄无行的哦。然后我拍的片给你再几百安尼哦，啊，你看只有那些钱是不是可以拍了？嗯，啊，我培养了那么多以后，到尾也都无钱通拍，啊，变爱借钱，啊，借钱拍变白富，你迄个借的白富，而且你在玩钱呢。简单安尼讲啦，就是艺人呐，会做节目，不会做生意。对，那无在。啊，三做节目，啊，了后，啊，咱这个陈总，要这样，张总，伊唔只，就是。用这个中盘商，然后他们去开发，先进一步，啊，是不是？我拢走路给人行，我们都是这样，从以前到现在。倒了以后，你有负债吗？有啊，有。负债他一样唱歌还人家了，也还光了。四五千万呢？哎，你偌济？四五千万，迄个时阵四五千万，即摆唔少几亿个。啊对啊，啊，阮那一两千万都算一两亿，你话你无想看卖？有啊，你那个英姐，你那个1000多万。你在欠债的时候，你说作秀一下子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，我让你来讨债吧。给点嘛有，当然有啊，怎么没有讨债？我开山到底边，我都不得该惊。陈姐就算欠下千万债务，依然不失大姐大风范。好了，你安怎赢？我不会说红一直求一直赢啊，今年360，我讲一直求一直赢啊。你个传播公司都买借我钱，我讲要几百，要几百。哦，你就先借钱，因为红歌了嘛，因为时机等我啊，啊歌等红啊，大概嘛没抢我，大概传播公司嘛刚就要钱，你等红是不？所以你一次就是个几家传播公司先借钱，先把没有，他们是自动借我，不是我去跟他聊的。广告一下，更多精彩话题马上回来。